海底捞隐藏吃法大公开。锅底点四宫，隔一格点番茄火锅，其他三格都是清水。自制寿喜烧汤底，咸甜的日式风味，涮肉蔬菜都很适合。泰式冬阴功汤底，柠檬片记得询问店员可否提供哦。加入巴沙鱼就成了酸辣有劲的泰式酸辣鱼。虾滑牛肉零零卷，将零零卷打开摊平，加入肥牛和虾滑后卷起，放入汤底煮3到5分钟后，有弹牙虾肉、软嫩牛肉等多层次口感哦。番茄牛肉盖饭，蛋液搅拌均匀后倒入汤底煮成滑嫩蛋花，将调味料和蛋花淋在白饭上，加上小肥牛和葱花点缀就完成啦。每一口都有酸甜香辣多层次的滋味。将巴沙鱼煮熟后放入盘里，点缀柠檬片，淋上调味料，点豆皮或老油条挤入虾滑后就完成了豆皮香虾滑。宽粉用清水煮好后加入调味料就完成了麻酱宽粉。点捞面时备注要用炸的，并跟他们要红糖浆。点一份芋头放入清水煮软，捞起后加入炼乳捣碎成芋泥，加入银丝卷就变成了超赞的甜点哦。最后来看看四川变脸表演和其他隐藏版服务吧。